点做内功啊，进来就是爱，就说你Hello 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有人进来吗？听到我的 Facebook Live 吗？我是 Yvonne Hello， 今天我刚好我很久没有出来见人了，其实讲真，所以今天第一次出来见人，就是我见到 Venice 啦。所以我刚刚听到他的那个见证真的是很棒，所以我希望这个见证是可以帮助更多人、更多人的。所以今天我要访问 Venice。他吃了这个许若多的，他爸爸吃了许若多的那个反应，说、来，我要欢迎 Venice。好的啦 ，Venice 你好 ，Venice 你是来自哪里啊？大三角。大三角啊、OK， 所、以 Venice 呢，也是我很久没有见的啦，所、刚好出来喝茶就见到他了。所、刚才就有讲到，你爸爸怎么样啦？所、我就想问一下 Venice， 你是怎么样接触到 BE 的？OK， 不用紧 ，Venice 是第一次做 Facebook Live 的，所以还有点紧张，没关系。Venice， 我问你，你是怎么样会认识到许若多嘞？啊，是不是 IV？ 是 IV， 然后那时候你开始用BE 的 product 是什么东西啊 ？Aurora pencil。Aurora pencil 啦 ，OK。所以 Aurora pencil 过后，你发现你的爸爸的那个 cancer 是吗 ？Stage 4了是吗？大肠癌是吗？对，大肠癌。大肠癌啦，这样我想问一下你爸爸，就是电脑了几次啊？第九次啊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你爸爸电疗的时候过后和就是吃了许若多没有吃许若多的时候，跟吃了许若多有什么分别？他是说吃了喉咙没有这样干哦，然后他的口没有这样苦哦，比较有胃口。他的人呢会比较精神嘛？很精神啊！哎，刚才我听到你有讲嘞，就是隔壁那个床位的一个安哥。他是前列腺的问题，然后过后你爸爸跟他一起走路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？我爸爸比他很快哦。这样我想问一下你爸爸怎么样服用许若多啊？就是一天几包？四包、一天四包，早上两包，晚上两包。啊，然后你之前爸爸也是很抗拒的是吗？就是不相信啊？对啊，不相信啊，然后他很害怕。很害怕，然后过后为什么他会接触？就一直叫他吃，一直叫他吃啊。他新的时候，他刚吃的时候，他不太相信哦，就 alternate 吃哦。然后没有吃的时候，就觉得说喉咙干哦，苦苦咯。然后他自己跟我讲啊，真的是很好啊。所以你看啦，他是一天四包是啊。所以如果哈身边朋友有很像 Venice 的爸爸这样的 case 的话啦，真的。你有什么话要跟他们讲吗？因为有一些很像这些癌症的，你可以就是跟他们讲鼓励的话，因为很辛苦嘛，对一个癌症的人来讲，如果他真的是遇到许若多的话，帮助到他的话，是真的很好嘛，对不对？是啊、哦，你看到你爸爸的精神和其他人的不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跟有刺和没有刺的分别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是啊，好，谢谢 Venice 今天的分享哦 ，OK， 拜拜，我们跟他们拜拜。拜拜。所以有什么东西，如果要找 Van， 如果要尝试这个许若多的话，你可以找 Venice 啊。Venice 这个月要 fight Ambassador， 你知道没有？要加油啊！所以有认识 Venice 的朋友，记得要找他嘞啊，记得哦。OK， 拜拜。